咱人人的本具佛性啊，人人呢身体力行啊，你也行过菩萨道啊，自然呢你就到佛的境界。但是呢，众生还是同款有执着，佛陀呢为着法要流通，所以就处事有受记，让大家人知影，这个人修行的过程是安尼，将来伊会当成佛吼。佛陀在《法华经》化成喻品第七，为大众讲述彼此的宿世因缘。从陈典劫前的大通至圣佛时代开始，身为十六王子出家的沙弥之一，释迦世尊在当年已经教化无量恒河沙数的众生。当时那些结缘众，就是如今在世尊座下听法的比丘们，以及世尊灭度后为来世听闻受持佛法的弟子们，都在其列。接下来的五百弟子受记品，就针对座下弟子的千二百位常随众做受记。第一个，好，佛陀叫伊个名，因为弥陀罗尼主又开始侵犯，所以呢，在这篇的内底被受记的第一位啦。所以这五百弟子受记品接受的受，证明第六品的受记品呢，那就是教授的受吼，所以意思有小夸无同啦。五百弟子受记品，啊，即卖现在呢，弥陀罗尼子也是因为看到舍利弗受记。家业尊者定四位啊受记啦，都完全体会了解啦。他是一位呢，真善解人意啦，也也会当将迄个观念偏差用心去辅导，是一位人中的善知识吼，所以有。叫做善知识吼，那也叫做愿自主。佛的弟子中呐，是善解佛以说法第一。弥陀罗尼主，他第四品应该也有听到日月顶明佛的宿世因缘。在各地，在化成如品啊，啊，伊嘛听到啦，知影大通地性佛啊，十六沙弥，伫咧佛讲《法华经》的因缘，这么长久，定点结晶的因缘呐，累积，唔只是呢，伫大通地性佛。比大通地性佛搁较早，搁有日月顶明佛啊，八王子搁在地，大通地性佛呢，搁有十六王子。伫这这么长的时间，无不都是宿世因缘呐。我才听到诸佛啊，有大神通力吼，遐尼只长久安尼一直来，累积遮尼只多的因缘呐，随缘自在，随任何一个缘呐，
伫五道啊四圣的内底，爱去度众生，伊都是自在，真的是诸佛，所以会当成佛的因缘呐。富留那弥陀罗尼主呢，伊已经了解这的法啦，所以这么欢喜呢，他就将坐起，安尼先离开伊的席位啊，来佛的面前吼，啊，来佛的面前是要做什么呢？当然啦，有所求啊，有求什么呀？那各位，咱应该心里了解，这是五百弟子受记品，也应该呢将富留那弥陀罗尼主来开导。富留那受记虽然是较慢啦，咱爱知影他本为菩萨化现的声闻，在佛陀的僧团中啊，伊就现身甲僧团同款，也是安尼出家，也是安尼听法。不过他比较特别呢，愿意啦闻法、说法、传法，这就是伊的特色啦。所以功德呢，所修行的功德智慧呢，不在舍利弗之下。因为在这个下根的众生要回向向大无简单，所以伊家己呢，都爱稳稳地较后边哩吼，示现下根菩萨啊，出现在这个人群中哩，安尼即嘛。五百弟子受记品，那就将弥陀罗尼主开始祈祷，所以为领受哈，并受记作佛啦。各位菩萨，学佛咱都是爱阿弥，护了那弥陀罗尼主呢，是咱的典范呐。富留那真正的精勤护持，祖孙释迦牟尼佛的法啊，也当在四众人中所说的法呢，都让大家人真欢喜。佛陀讲过的法，有的人有听到，无真了解。富留那文艺。知别二千，佛陀所说的法道理呢，伊会当分析的千别的法，予大家人甲了解为止哦。所以，伊已经对佛法呢非常的了解，所以会当教育呢同修清净行的人。现在佛啊，就是要用真心来予大家人了解，甲富留那伊的真实本来啦，的真实发伊的才华，他以过去、现在，伊用真心呢，诶，献出予大家人知，唔只是干呐，伫我释迦佛佛所安尼伫咧帮助我。亦在九万佛所祖孙佛化，所以伊永远都是安尼，甲我伫咧同修同行，同教化众生。现在只不过是现这个节吼来帮助教化，伫遮尼遮侪弟子中呢，他敢那一直是说法呢，最第一吼、哦，
那唔只是干那伫现在，伫过去无量劫无法度去数量计，时间已尽，佛说嘛是同款呐，所以这些从千古无法度算计九十亿诸佛数呢，那遐遐尼正多人呐，嘛是同款，他也是第一吼。所以咱看人啊，不可以貌相，虽然呐、啊，伊还是伫这个人群中。这个人群是声闻，还是在声闻中已经呢受到佛陀呢这么一些特殊的赞叹啦、啊，咱就可以了解啦，唔通干那以外形呢来给测量，讲伊是小根小教的声闻，唔通安尼，伊只是献祭，那、啊、未来。东苏东富留那教导众生，众生也对同款呐，去体会佛法，除了度真侪人呐。用真多真长的时间，安尼，爱搁再经过呢，无量无尽机劫，生生世世清净这粒心呐、啊，不断的生生世世付出，他将来呢，就会当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路虽然是远啦，行久也会到吼。伊的心愿就是要伫娑婆啊，就是众生最需要的地方，得生无上正遍地觉吼，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，伊的法愿。无想要去倒位，偌呢庄严，偌呢清净，他愿意呢？伫这种恶作恶事的内底，要一直净化，亲像地藏菩萨愿意啦，伫地狱啦最苦难中，那富留那呢？伊的愿，甲佛陀的愿同款，就是伫。苦难中真复杂，这个世界里一定啊来来回回，幸福度众生，这就是一愿吼啊未来呀、啊，富留那幸福是伫这个所在，佛号叫做法明，依诸佛法明了通达。去当尊的世界啦，发明的佛陀世界呢，是七宝为地，地平如浆啊。佛陀的世界拢是宝啦，佛陀的世界心灵拢是真平坦吼、哦，所以好亲像。手伸出来，手掌同款，这么正平啊！那就是佛心平光，因为佛的心真平，真平嘛，所以地面也平，这是佛的心地哈。佛的心地都是这么正平坦呐、啊。都无有亲像咱世间呢，啊，真正是凹凹凸凸、关关格格啊！真正是吼，路有时阵是真歹行哦，有
有山，有河，有海呀、啊，有高吼、哦，啊，溪间那就是真深山个山的中间呐、啊，安尼真深入落去的地方吼、哦，高阔啦，就是安尼，山溪高真多吼、哦，安尼就土。凹不平呐、啊，所以人心这是譬如呢，人心呐、啊，诶，薄慢，那犹如高山呐、啊，唔知啊讲吼，人生无常啊，短暂的人生，家己唔知，所以呢，一定呢，精气呀、啊。破坏等等啦，这拢总是呢人心的险恶吼。那这种阴险如高啦，虚伪如何啦？所以佛土平静，佛土是真平真静啊，无有险恶之地，那拢总无啦。将来啦，伊的国度呢，都是安尼遮多的人，人，大家人道德啊，拢是真平等啊，真呢，就是发明如来呢所教化的地方，啊，迄个地方是伫倒位啊？出土，那这个所在，未来呢，就是。受伊所教化了后啦，就是有安尼，会当人天两相见吼，那就是人甲天人啊，这么接近，已经呢，大家人的心嘛，拢清净无染嘛，所以得大神通，心出光明，飞行自在咯。来去自如啊，有定力啦、啊，戒定慧，自然呢，就会当智念坚固，精进智慧。唔只是发明如来本身，遐个人同款普界金色啦、啊。祭国众生相依自息啦，这自息就是发起个善业啦。这呢，就是表示众生受法的助念，来助养慧命啦。这，咱的慧命要成长，需要呢法。禅法就是爱时时闻法入心来，禅啊就是爱时时思维修，把咱的心好好啊，起底杂念啊，专心一致，这呢就是正思维，所以。祭国众生上依自信吼，这两种法啦，就是清净心、清净的滋养来滋养咱的慧命。发明如来，以将来的劫命啊！叫做波明啊，伊个国名叫做仙境。一尊佛的寿命无量无尽之劫，无法度去算计吼。时间真长呐，佛所住的时间嘛真久哦。迄个世界呢，到
到处都是宝啊，这非常庄严的地方，的国度，就是因为这个国度呢，常常都是以先说一法，当中呢，人甲人的中间，先人共聚一处啊，人甲人的中间呢，都是讲一个法。啊，这个法是什么法呢？就是无上等觉一法，那就是真实法啦，一心实法，那是大乘法啦。人人拢是讲善法嘛，人人都是以善以行，互相相待呀。人人呢，一心地拢是清净的吼，那就是国土清净，心净啊，即国土净啊，到处都是宝啊，这是咱现在。是到处都是粪扫，啊，到处都粪扫呢，这叫做魔作恶事，是人的心的粪扫，造成了呢心外的粪扫，咱充满了无明，所以咱就会有真多呢魔作的作气，震动众生无明啊，也那是将来啦。同样在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叫做沙婆，不是叫做堪忍的世界，未来呢就会结明，那个时代呢就叫做报明，到处都是报，到处都是明经，就是净土啦。这就要好好修行，像那富留那弥陀罗尼主修行啊，哎，讲这么久吼，佛陀会赞叹啊，可见呢，伊是安怎样用心嘛、啊？迄、那个法的情操对佛，会当头体会佛陀的心意啊，做佛陀想要做的代志，佛所说的法。到处弘扬，去造福人间，结善缘，所以有法度呢。未来的世界就是安尼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啊。